三四，然后就开始下去哦。好，这首歌就要记得哦，你要用什么？要用 G 调去推哦，一定要用 G 调去推哦，千千万万不要用 C 调推，你可以用 C 调推也可以，可是用 C 调推的话会更难唱 ，OK？ 因为 key 会变比较高一点点哦。好，这首歌就讲完了 ，OK？ 好，再看下一首歌。